加排骨啊，加排骨啊。
不是交大的，但是呢，我哥哥是上海交大的。Thank you.
近咱们休斯顿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唱歌比赛什么的，大家说他是不是应该去参加？如果说这场比赛小鹿不得第一，是不是评委就有问题？好，有这么多的交大人在这呢，咱们都听到。好，我们再次给小鹿热烈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明年先去比赛 ，OK。OK， 明年你办，你跳舞，你唱歌，我霹雳舞棒。很高兴大家今天过来。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吃的吗？到目前为止，结果喜欢吗？喜欢。那就好。而且我记得，我2016年第一次参加交大校友会的时候，有一句话。终于找到了主角，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其实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现在也我们交代也是秉承着不像一家同心资源的宗旨去做事情，所以我很高兴，也就是说我们每次都像大家庭一样能够在一起相聚，都能够得到一种温暖。好，这是我想一下也感谢大家能够参加这次活动。从大家的热烈掌声，大家可以对杨会长的喜爱之情是非常的溢于言表。哎，摄影师可以拍的。其实我参加的交大的活动并不多，但是我参加过来以后，我感觉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因为我记得杨会长推荐了很多的书，当中我就。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明白掉真罪恶
夏威夷迷幻的光，人情是高速公路，我是赶路的车。
我微笑着让从未停留，缘分走到这也来这不走，想小心平安终于有点头，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